呜呜，这里是什么东西？深不见底的大洞，不能跳下去。喂，这里不能跳下去。花，饶舌的花们，白色的花。当雨水淋在上面，红色的花。渊博，但他们都是说谎。那黄色的花，高级的材料，全部阅读哦。这阅读过了，好了，不再阅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还有下一页。读，这是什么？算了，原来如此。这里可以进去吗？铁门锁住了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这个嘞，锁着。里面有人在呻吟，搭话。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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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身上有药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带。哎，被吐口水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狠呢？被吐口水。来了，看一下，我先存档。现在要把这朵花擦掉。要把这一朵花擦掉的话，桂安，拔出、扯断、扯掉、折断、扯掉，就是这三种，有一种是对的嘛，对不对？拔出、扯断、拔出、拔出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继续。拔出，反正有存档啊，那就扯断，扯断，扯断，扯断。哦，发出奇妙的声音之后，美丽的花朵死了，白色的花瓣散落在地上，拿走，得到花的残骸。呜、哦、呜，那我拿走了。哎，听到了那丑陋的声音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！啊哈哈哈哈哈！果然很邪恶。约定好的东西给你吧，得到灰白色的粉末，兴高采烈的弹着画，灰白色，哎，看那小魔女啊，灰白色的粉末，好啦，我有啦，给你啦，搭话，呵呵呵，你身上有没有办法带着？你再吐我口水嘛，早都是不给你了，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好，求求你，给你一点点道具，灰白色的粉末，有谁抓住了铁门？喂，把那个给我，给雨花粉。我顺着铁门的空隙把白色的粉末钉进去了。什么人？迅手抢过了粉末，点点点啊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没有那个，要是没有那个，要是没有那个，就不能呼吸了。诶，什么东西？可恶啊！可恶！这里，金属鸟笼掉下来，金属门变松了。打开鸟笼的门，哎呦，鸟笼的门被打开了，什么东西也看不到，飞了出去，没看到什么东西就飞出去了。这里可以把吸的东西给我，吸的东西，这两行是什么？藏在黑暗之中，吸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我想先存档，猫猫先存档好不好？而且我觉得好像变暗了。吸的东西，这里有什么东西藏在黑暗之中？不是这个哦，那这里面呢？这里可以过去了。这里有东西哎，这写什么？水被头盖骨封印着，被头盖骨封印着，伸手进去，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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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得到头盖骨，不是要死了，害我有点紧张。陈旧的罐子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诶？我现在拿到四个头盖骨，是不是？把头盖骨放进去，道具，头盖骨，正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方向哦，拿走。还有方向哦，还要研究方向哦，这么麻烦哦。真麻烦呢。而且它要四个，我现在才三个而已。三个头盖骨，我现在才三个，还有一个头盖骨。真麻烦，还要研究方向。有空再来放啊。他刚才说什么？把什么东西给他？把什么？把可以吸的东西给我。把水给你，是不是？水，可以吸的东西。这里什么都没有。诶，来来来，这里。还没去就要直接喊，是不是？走这里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不是在漆黑的房间里吗？诶，你们会给我头盖骨吗？正兴高采烈的谈的话，看来不会，看来真的要放头盖骨哦。
哎呦，又要放头盖骨哦，还是哎，等等，上面有，上面有，这里，这里还有一个门，这个看一下，毒素正在蔓延，没穿上，穿上没有颜色的鞋子才能通过，没有颜色的鞋子，哦，我剩十几秒哎，哎呦，毒素正在蔓延哎，没有颜色的鞋子。所以要去放头盖骨哦。哎，这里又有一个门了，深不见底的大洞。这个门到底要做什么？目前不了解。咦，我看一下我有什么东西。花的残骸。哦，把花的残骸丢下去好了，会发出神奇的光芒。哎，不是，神奇光芒不是用在这里的，应该是用在黑黑的房间，是不是？我看看哦，黑黑的房间，道具，花的残骸。哎，不行，要先放头盖骨，头盖骨才有水，有水才有神奇光芒。喂，来到这里，所以我要放头盖骨道具，头盖骨正向放左侧，放右侧算了，放左侧放右侧，这个真的很难决定哎，放这一侧了。哎，我看一下。这个应该是看看左边的，拿走。我看放再放一次，每次放这个都觉得好好有点辛苦，放左侧。那这个是放右侧，道具头盖骨右侧。看一下下面的，正的放左侧放右侧，这个应该是也是靠左，看左边，道具头盖骨左边。哦。哎，放错了，这个要放看右。我看你是不是按错了，说放左边，结果放右边。哎，就这样，还差一个，哪里还有头盖骨啊？哪里还有一个头盖骨？有个拉杆拉，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哎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还有头盖骨吗？哎，我还差一个哎，被头颅封印着，怎么办？还差一个头颅。你们再掉一颗头颅出来给我好不好？哪里有头颅？窃窃私语，窃窃私语，这里有头颅吗？哎，可恶！把可以吸的东西给我，藏在黑暗之中，锁了什么都看不见。劳蛇花不毒，哦，把这个花瓣丢进去。哎，不能哎。花瓣不能丢进去，那最后一个头盖骨要怎么办？深不见底的大洞，真的？哎，没有，没有位置，哪里还有头盖骨啊？我好想要再要再拿一个头盖骨哦！茂盛的大树，猫猫，哪里有头盖骨？嗯，喝到一半的生茶上去吧，要去这里吗？可是这里都是毒欸，所以我要看靠这欸，等一下，拿到一个头盖骨，我拿到头盖骨了，破破烂烂的蜘蛛网，而且刚刚还是日文的欸，毒，我竟然在这边毒这个，还好时间有暂停啊，还有六秒钟，嗯，某处的地方有一个士兵，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，但他们。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，不但如此，他甚至没发现到自己早间已经死了。虽然已经死了，他们能继续的巡逻，从中间的废墟神堡出发，正面、右边、左、正，右、左，持续的摆动着。哦，这就是告诉我，不读，我要赶快出去，要死了，剩一秒。哦，规律就是这个啦，刚刚他讲了，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哎，空瓶子拿走。噔噔噔，什么都没有。好了，可以走了。该拿的都拿了。好了，太棒了，耶！啊，终于拿到最后一个头盖骨了。规律他刚刚也讲了，其实我们也有看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也有看出来嘛。来了，放下去。啊，道具，头盖骨，要往哪里摆？要往哪里摆？摆右侧。哎，不是，这个要摆，不是摆这哦。
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，真是的。好了，按下去啊，拉拉杆。哎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嗯，所以要再看一次。左，哎，为什么会有两个正面呢？从中间出发。哎呦，我们再去读一下那本书，先拿走。哎，不拿走，先去看一下那一本书。哎，还没 GG，不要这么早帮我发 GG 预告好不好？这么早帮我发什么 GG 预告啊？嗯，来了，再看一次。读，喂，正右，从中间正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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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中间开始算，从城堡中间，他有说从城堡中间开始算。我咻回来了，可是他。它有几个怪怪的啊？你看它这中间有，哎，不，所以要从中间这一排开始看，是不是？正右左左正右，所以这个先拿走。它是四个角嘛？拿走。我以为是看每一排都会 长不一样，拿走。正右左正，所以这个是正道具，头盖骨正面正怎么正右左正嘛？是这样子读吗？正右左正右，所以这个左上角这个是右，回放头盖骨右侧，看一下哦，正右左。哎，正右左正右左正，所以这个是正没错。看下面这个，正右，哎，这里没有右哎。中间出发，正右左，哎，左只有上面有哎，左正右左正，哎，走不到最下面这个角落哎，那要怎么办？正。右、左，所以这个可以拿起来吗？可以改位置吗？放着右侧方向，诶，连不到下面，宿主哦，有点像。正、右、左、正、右、左、正，下面这个是正。道具头盖骨正，好啦，最后一个我不想找了，都放啊。头盖骨正面放正面，不拿走。去拉拉杆，诶，拉拉杆拉，有声音吗？有反应吗？什么事情都没有。好了，改了，改位置，拿走。头盖骨，左，不拿走，左，放左，拉，拉，诶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不拉，那就是这个咯，放右，拿走，诶，头盖骨，放右，好了，不拿走。噔噔噔，它可以斜线吗？拉，哎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它可以斜线吗？哦，我以为它是要连接旁边的嘞。喂，好啦，那它不让我这样就拿走吧。再来一次，正右右的只有两边啊，右右右，它这里这个还是它左边，它的右边是正哎。你看它中间的旁边是正欸，不是左欸，左的是在下面欸，正右左，哦，所以正右右这两边都是右啊，嗯，先拿起来好了，拿走，又要放这个，真是无聊的东西啊，拿走，正右左，再看，而且它还不没有很亮，嗯，正。正，嗯，右下错了是不是？啊、嗯，拉三次反应我才不，喂，放这个，放这个，放头，正右左正右，看一下哦，
是要移中间的，是不是？移中间的为准，是不是？